扎苗，真快，又到扎苗时候了，小不点儿又开始扎苗了。你得把那白大褂穿上。几个？五个。五个。嗯。四个。五个。两个。四个。五个，对吧？对。你看你这针拿挺准，正好拿五支，你这手挺有撇儿啊。一帘儿呗。一帘儿。咱这一年这个疫苗得用多？那你小狗多吗？正好五个。还假了，走了，快点，知道过来，还假，可知道好走？哎呀呀呀，走，来了，啊！哎呀妈呀，这干啥呢？这懒洋洋的，哎，不过这家真黑呀，啊，真黑不？真黑，还长跟孤儿似的，草坪的绿。过来，咱准备完，咱就开始扎针了啊！准备扎了，快，小心给放这去。行。来，准备一会儿扎完再玩，给它放到这里，到一会儿该什么了，嗯，不能睡时间太长，快放，哎呀，这帮小胖子，哎呀，扔你外边吧，就扔你，还有时候蹦呢，那还假，还往出冲呢，扎他呀，抱他，这赶紧给他扎，行。不动啊，听话啊，哎，扎完啥反应没有？就是溜。这俩不听话呀，瞅这家伙，看，不听话呀？那瞅不听话咋的？我自己扎他。你自己能扎他吗？我，你瞅着。扎一针咋不咋地呀？那家伙，白不留步。白布吕布啊，过来！哎呦，没完玩，整绳子了，串上了，串上了，看见没？看，串上了，咱俩四个串上了，看见没？还缺一个呢。那搞破坏。哎，你看这四个没咬这一个绳子。那以后没完玩，咋整？串上了，你别咬他了，你搁这干啥呢？你去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你看，来咬这个，快点。你看，你看人家，啊，哎呦我，他还串上了，你看看，哎，这玩具挺好啊，嗯，又能当脖套又能串儿，看家玩呗，哎，瞅那个，使劲薅呗。有玩的他就老实，你看我，这好玩是吧？这家看谁力量大，哎，你一人薅四个，你这不虎吗？他最有劲，你看到吗？是啊。天都是热了，是吧？他一动他就哈。嗯。大臭宝哈了，哎呦，我别说哈哈，我这是冒汗了。你看这一丝老气儿没有，这干啥呀？哎，真黑透。嗯。好看吗？看大宝好看吗？快，大宝照个相，看大宝漂亮吗？看大宝照个相，看大宝多漂亮！快！哎呀，看大宝漂亮吗？快看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？谁也不松。走啦，回家啦！快，这咋还不落了？快！谁也不松嘴啊！哎，瞅这趴着，这家凉快，他当时趴
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